国琳挺胸器热贴张菲，蕭薔透視裝誓言讓人整晚累。花式综艺非常赞本周上演抢夺张菲大作战，丁国琳、蕭薔两位美魔女来势，纷纷祭出胸器跟大长腿嗲声对张菲示爱。丁国琳先是胸贴胸，大腿靠上张菲的腰上，还一口一口喂张菲吃亲手做的甜点，频频喊住自己见到偶像好害羞，更告白我最喜欢成熟男人，让现场暧昧氛围相当浓。另外，许久未见的第一美女蕭薔更穿了一袭透视装现身。当张菲坦诚自己跟另外一半一定要分房睡时，蕭薔还语出惊人的说：“我可以让你很累，保证可以一觉到天亮。”真的是抢飞意味浓到爆。充满年味的春节刚过，综艺大哥张菲立刻心花朵朵开，全新一集综艺非常赞可说是春天来了，艳福不浅。拥有带全美魔女的丁国琳来势汹汹，身穿一袭墨绿色低胸礼服，还开高叉秀出修长美腿，魅惑力百分百。丁国琳一出场就对张菲大告白：“我看到我的偶像，我会脸红，我耳朵都红了。”孩子抱张菲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。一直小孤独处的丁国琳聊到自己的感情状况，坦言担心小鲜肉靠不住，所以坚决跟嫩草说不，我喜欢成熟的男人，但是很可惜都已婚。而离婚多年的张菲正符合他的择偶条件，还曾经跟张菲好友简长私下透露爱意，却遭简长以没有韩国血统打枪。还好张菲听闻后立刻表态，那是因为我没遇到好的，遇到国民不管国籍。丁国琳特别献计，带来亲手做的甜点，证明自己是进了厨房，上到了厅堂的优质女，还一口一口的亲妹张菲吃蛋糕，暧昧指数相当高，让其他来宾都大喊在一起。不让丁国琳专美于前，许久未见的台湾第一美女蕭薔也来争艳，穿上从香港定制的透视礼服上节目，让张菲心痒难耐，特别献上鲜花讨美人欢心。蕭薔心怀怒放之下，立刻来个爱的抱抱，还跟张菲脸贴脸重温往日情。抱完蕭薔还忍不住大赞张菲好壮窝，让张菲都少见的害羞起来。蕭薔为了力挺综艺非常赞，推掉不少商业演出，演唱了英文歌、广东歌、国语歌等，大展诚意，还跟张菲来个情歌深情对唱，在节目上擦出不少精彩火花。只是谈到节目手机找来金元轩，还是让蕭薔有些微词，还笑张菲隐退近七年根本就是犯了七年之痒。蕭薔说：“手机没找我就是皮在痒。”至今单身的蕭薔终身大事也成了大家关注的重点。蕭薔表示自己比较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自在舒服的人，所以至今都单身。张菲也不说自己不适合有另外一半，因为我一定要分床睡，旁边人动一下我马上醒，让蕭薔忍不住回说：“我可以让你很累，累到叫不醒。”引发全场窝声不断，把现场搞得相当暧昧。不过蕭薔也立刻补说：“我可以带你去做瑜伽、游泳啊，保证累到睡住。”也让张菲被撩起的爱火顿时灭掉，心情宛如洗了一场三温暖。